这场音乐会呢，第一个要从，我应该说是从我的心灵那开始，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哈，它各个方面，它虽然工具不同，表现的方式不同，就像琴棋书画一样，但是它的起步和它的原点，都是在心那开始的。乐器呢，也是你心灵的一面镜子，音乐也是你心灵的一面镜子。你怎么看着这个音从你心里中流露出来，你怎么带着它的起伏，就观着自己的一种自在，也是观着自己的音乐的走势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的音乐出来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这也是我这场音乐会的非常重点的一个主要的，就是想跟大家能够分享我心灵的这个对生命的一种追求。这次选曲呢跨度比较大，第一是从古开始，然后又从今融汇，这个两个时空之间呢融入比较大一点。那古曲呢，我选的有文曲，也有著名的舞曲。那文曲呢，塞尚曲是很出名的。那么它呢，描写一种情怀、向往、对生活、对生命的一种追求，那种美的一种感受，很情、很诗情画意的。那么像《月儿高》，把心中的景物都通过音乐去描写出来。当然也是大自然，你对大自然的那种感受，对宇宙的那种情怀，通过这个音乐给它表现出来。那么现代的曲目呢，它也是用古人的精神来通过现代的手法，把那个气韵给表达出淋漓尽致。当然了，还有近代的作曲家，像刘天华，他的作品叫《虚赖》。《虚赖》呢，它是一首非常宁静的，在一种意境之下，他的思想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怎么样去看着这个音乐走，实际就是一种思想。你如果没有结构的话，你根本不能够把它很全面的表现出来。那么还有，上一世纪最大概是60年代哈，非常著名的一首曲子就是《彝族舞曲》，也是王慧然先生编的，那么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，也是非常优美的一首曲子，啊，我也希望能给大家呈现出来，也是同样用我的心灵跟大家去分享、去交流，已经超越语言的这种界限，我希望能够达到这种一种心灵的神交。